虽然这件事情也老实说也跟我没有什么样的波及，可是他是真的内心充满了的。他那时候违约金这些有赔吗？ I don't know， 我不是他真妈呀，我是他干妈，他又不会把财产给我，我完全不关心九妹财产，对不对？干妈，但我相信他一出事就要撇得一干二净，只是干妈的。吴丹如瀑九妹日本回过近况，吴宗宪跟卢锡派一样在乎。那我姐最有关心的日本灾情。直觉越过我，能你不要把我当空气。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，都吸食过大麻。戴茹姐最近跟甘地有联络。印度的那个国民，他是我干儿子。干儿子，我都说错了。他在日本，我只能告诉你这样，其他结束好吗？他有努力的在悔过，就这样。身心状况，他蛮健壮的啊。你说的话就没有留在不上。请大家对这个放他这个这一马，因为小孩还是需要改过自新的机会啊。那他有一直跟我说，哎呀，很抱歉呐、啊，干妈，出了这样的事情。但我也知道他之前可能压力怎么很大，但这些都不是理由。他要去日本做民宿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说现在就不是做服务业的时间了、啊，在日本做民宿，不要以为我没做过。你那个运营费用还有税率是很大的，但因为他就想做，他其实也不一定会经营的、啊，他真的蛮惨的，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旁边的事情要解决，可是他真的有努力跟健康的活下来。他是一个很聪明优秀的年轻人，他觉得。我在想，我哪里认你的干爹？是我干儿子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。看孩子的心情，就是跟你看电视台一样。所以，我问他说，爸爸讲的话，你有在听吗？爸爸，你说的话，我都有在乎，有在乎，在乎，我在乎，在乎 ，care， 好好听。九妹是对我非常虔诚的道歉，这件事情也老实说也跟我没有什么样的波及，可是他是真的内心充满了。好厉害哦！你一边讲话一边有听到我在讲，哎，终于没有把我当空气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自认为我辩论是第一名，你还是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那时候违约金这些有赔吗？懂吗？我不是他真妈呀，我是他干妈。他又不会把财产给我，我完全不关心九妹财产，对不对？但我相信他一出事就要撇得一干二净，只是干妈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我爸向你陈美凤。我是黄静。我是郑国成。我是萧敬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蓝安。我是李渊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周玉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Merry Christmas！